次跟你弟是亲身感受悠久的埃及文明，我倍感荣幸。首先我要感谢基地董事长 Dr. Ross Gabo 和 FA 的董事长 Engineer Hassan Abu Foto， 是你们的努力，是你们在众多的中国品牌中选择了奇瑞品牌，才使得我有这样的机会代表奇瑞公司来到你们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，与你们一起合作，与你们一起交流，与你们一起向埃及的广大客户提供